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五角大战的珍珠仔王子柔 Rachel 啊。咁叫得珍珠仔啊，梗系性格似阿猪啦。平时咧又中意食啦，又中意瞓觉啦，中意玩啦，无所事事啦。就是我啦，我而家已经开始紧我嘅减肥嘅计划噶啦，而家系咯减咗五六磅啦都有，不过都仲争好多。距离目标争几远啊？都争十磅。咁你有冇话圈中有冇边个女仔嘅身形你觉得系最想系咁嘅？呢个唔使问啦，梗系周秀娜娜姐啦，因为咧佢咧。四肢又好瘦啦，但系某啲部分又好大啦，又冇肚腩啦，系啊，人都想有佢身形啦，个样又靓